最新复仇八点档大戏《天道》热播中，林轩与 Gino 两人在剧中是欢喜冤家，为了彼此家族利益假结婚，林轩与更是顶着假医院千金、假名媛身份嫁入豪门。林轩与这才发现自己只是妈妈的复仇工具，林轩与 Gino 马上领证结婚，还秀出爆乳婚纱照，让网友都去说好美 CP 太快分了吧。林轩与和韩怡邦在《天之娇女》假戏真做，好美 CP 甜蜜认爱，日前也在柏流求婚成功。林轩与访问表示正在烦恼婚礼的大小事，小两口感情稳定，也准备举办婚礼，没想到戏如人生，他和 Gino 在戏里演出一对进度飞快马上领证结婚的夫妻，未来在剧中更会遇到婆媳生活的剧情，颇有人妻练习先修班的感觉。林轩与表示因为要忙到明年才有时间办婚礼，的确有可能会先公证，但双方家长还在讨论中，加上未婚夫 Junior 也很忙。而谈起这次在剧中拍婚纱照，林轩与身穿一套火辣爆乳的款式，他笑说自己都走自然路线，没特别露身材。对未来的婚纱，林轩与很希望另一半给意见，感觉好看很重要，而且在忙婚纱照一定要拍，因为希望人生每个阶段都能留下不一样的回忆。我也希望猫咪可以入镜，但 Summer 比较不喜欢，我是不会强迫他们的。